生活在一座古城，随便跺一脚，地下就会有50个故事在哆嗦。你的印章很好，很好。等一下，再见，再见。我是一个篆刻师，也收集各个朝代的印章。如果让我选择一个朝代穿越，那我一定选唐朝。我最想见到的人物，不是唐太宗李世民，是他的女儿高阳公主。她敢爱敢恨，身边还有6个侠肝义胆成全她爱情的侍女。这座古城很热闹，但热闹与我无关。我有交际障碍和幽闭空间恐惧症，就是在封闭黑暗的地方会感到身体不适。医生说这就叫幽闭空间恐惧症。在这座古城只有2个人与我有关，一个是我爸古德轩，一个是我的发小谢春安。高考那年我俩都报了考古系，结果我爸一下就撕了志愿表，逼着我改填其他专业。谢春安考上了北京的大学，听说还组织了探险社。这可是1400年的穿越，这就是谢春安。比到非洲狩猎刺激10000倍，而我们一起发现奇木的荣誉将会洗进探险史。我们现在创造的记录是一次穿越回唐朝的极致冒险奢华体验之旅。我们是探险者，不知道对春安，春安，宋荣，你咋回来了？怎么了？我回来你不高兴？不陪我玩是不是？你反了你！不会我。他跟我说，他的探险社要组织一个唐朝穿越之旅，但这个事情要成的关键是找到一个赞助的老板。让我心跳加速的是，这个古墓很可能跟高阳公主有关。我去还是不去呢？豁出去了。隔壁古董摊的贾二很认真地跟我说过，要治好我的病很简单，就是到地下墓穴走一遭。他说这叫以毒攻毒。现在的天也黑了。三明三明三明。问你的嘴。有时候我想，如果我爸当初不反对我学考古，或许现在我也在上大学，也有个女朋友。虽然书上说爱情是一种麻醉剂，它只会对你的大脑产生副作用。说实话，我真想感受一下这种副作用。明天把水电费给交了。哪来的？大唐西市，不是什么老物件，磨了当硬币。留着吧。玉要是宫廷里的职位，唐代以后就没了。农人燕青宝和兄弟三人在挖蓄水沟时，意外地发现了要不。我再去大唐西市捡捡漏，你帮我长长眼。想都别想，好好刻你的字，把垃圾给扔了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去不方便，我这是去探险，探险知道吗？没事，这是我常跟你说的顾夜。哎，不要的东西带了吗？哎，隆重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邱老板，探险社成员任莹莹，这位是我学弟钱乙。嗨，我不是说过我不方便吗？凡是你不方便的事，我一定要参加的。我女朋友娜娜。走起。
不介绍我？用不着。你们去探墓拿这个东西干什么？着什么急啊，进去就知道了。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，走吧。开个短会啊，探险马上开始了，时间为2个小时。我强调几个原则：一，带多少东西进去，就带多少东西出来，不许多，也不许少。这是探险社今年的重磅事件活动，以探求未知为目的，绝对不是盗古墓。要尽可能的减少对目标的影响。第二，注意安全，风险自负，尤其是探古墓啊，会面临各种危险，蛇虫病菌都有可能存在。除了完善的装备，谨慎的态度，还要有一去不返的思想准备。因为我们爱冒险，死在探险的途中是幸福。好了，准备出发。我先下，带着东西跟着我。报警我！啊！报警！谢谢啊，刚才没来得及跟你说。不用客气，我只是不想有人拖后腿连累大家。跟上他们。前面怎么了？怎么不走了？不知道。我跟春爱从小一起长大的哥们儿，特别好的朋友。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？关你什么事儿？随便问问。哪来的水呀？起来啊！回去。为什么？堵了，工兵铲在中阳那儿呢。哎，把牛弄还是羊弄？
买就买我的吧。疯了？放屁！你疯了，你才疯了。你看我的肉都是新鲜的，活的，牛是活的，羊也是活的，这魔兽也是活的。毛儿快跑啊，这魔兽活了，快跑啊。毛儿快跑啊，这魔兽活了。怎么能这样呢？他们前面的人呢？春安呢？你把人拉过来。我？你不把他拉过来，咱们怎么过去啊？吓尿了吧？太给我丢脸了！你们这怎么能这样呢？我们探险社的传统，欢迎新人加入。哎，别瞪眼啊，给你面子才跟你玩这个。真的？有麻烦，出口堵上了。堵上了？我去看看。堵得厉害吧？得用工兵铲挖，还得防着装备箱掉下来。姑爷，下铺打门，跟我们继续走，还是到出口那边挖洞去？哎，生气了？邱老板的赞助可是按人头算的啊！你想要加入，得够资格。堵了，堵了，全堵了！哎，你们怎么把柱子给拉倒了？你是柱子倒了啊？下降绳固定在柱子上，帐篷是你们知道，不应该会倒啊！要不先把洞口挖开？当然，没必要，就几个装备箱子，能堵得多厉害？要么这样吧，举手表决。同你先把洞口打开，举手。不用表决，我是社长，我来负责。继续走。地下墓穴怎么会是这样？我好像看到过一个复杂的墓道图，到底是在哪儿看到的呢？想起来了，没错，就是阁楼上那个笔记本。不过，怎么会这么巧呢？春安，这人呢？给钱乙，统一回收垃圾。有劲吗？你这个样子，只不过跟你开个玩笑。真的有人？
你要是不想玩，就自己回去，给他把工兵铲。快过来看，过来。别乱，都别乱，自己吓唬自己。太可怕了，你们看到了没有？要不我们回去吧？可能是手指头的影子，各种可能都有。吴云，你别一惊一乍的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我真……你住嘴！都下了半小时了，古墓连个影子都没见着，再不快点就白来了。古墓的入口就在附近，是你们带我走呢，还是我带你们走？不能进去，已经下来太久了，容易出危险。没事儿，看一眼就回去。你那么喜欢高阳公主，就这么回去太可惜了。楚安，你花那么大力气，真的就是为了让我高兴吗？当然，还能为了什么？一般镇墓兽不会这么大，正好证明是高阳公主的墓。据说驸马是许家之才，后葬公主，镇墓兽大一点也是应该的。别乱动，这是灵火，不伤人的。等他自己消耗光了，自己就灭了。千万别惊动他。镇墓兽里面怎么会有人呢？殉葬。如果这真的是高阳公主的墓，这个就应该是她的侍女，应该有六个才对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书上说，高阳公主死的时候。有六个侍女自愿殉葬。哎，别动！烧到皮肤怕是有毒啊。传说灵火是专门灼伤灵魂的，就是说，如果烧的时间长了，有可能变成白痴。说你胖你就蠢，你们真的信他？是没玩过灵火，还是没见过萤火虫？林火御风自然，中学物理课都学过吧？我就随便一说。那他身上刻的是什么字儿啊？中央，啊？我没看清楚。我拍下来了。贪望欲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好了，继续走吧，好东西应该就在前面。哎，那些珠宝别动，走走。没事，
看了一下，这里有两条墓道，我们得选择一条。分头找，分成两包。不行，在陌生的地方分开行动是探险大忌，而且时间不够了，我们应该回去。正因为没有时间，所以要分头找，不然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墓？行行行，英说的没错，出于安全考虑，但就这样回去，别说邱老板不答应，别人也会看我们探险社的笑话的。要不我们再走走试试。来来，我们走。钟阳，你是副社长，你来说。我能说什么呀？他是社长。嘿，娜娜，怎么不跟着我？这到处是岔路。我现在发条短信，一会儿就没信号了。哎。谁看到娜娜最近是不是下过墓？什么墓？你看见了什么？你说这墓兽是活的，到底什么意思？你见过活的？它在哪儿？告诉我，你见过活的？真不成活了，真不成活了。